大家好，我是洪吼，我是这里的解说志工啊，很高兴来到我们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。第一次来的人请举手。哦，啊，底下很可爱，所在比较吼，我们总共有四个区段，打断啊，按你看，按你成友吼，哦，个个都是。活力无限啊！我得到很笑谈啦，讲哦，啊，恁遐搞跳，恁这个团体遐有活泼，遐有朝气，规气吼。阮今日去遮原住民吼，遐舞者吼休困者，啊，换恁来跳好无？啊，好诶话吼，一般会使接洽吼。诶，啊，马中宏伊讲，你对阮诶原住民诶诶舞吼，啊，甲一寡文化都有兴趣吼。啊，达到讲安家有四个区段，达到你每几来坐车的区段叫做迎宾区哈，就是遐有一个车站牌咯。你来注意来看，遐拢有一挂迄个桐木雕刻，有一挂山猪啦哈，啊是一挂桃木啦哈，一些原住民他特有的一些技能哈。啊，来到家哈，接我这个左手这上半段家哈。就是一些那个中部以北哈，婆利以北的泰雅族，还有伽马南族，还有一些那个他们的传统部落哈。那另外要去的就是那个纳鲁湾区哈，纳鲁湾区就是安被透过原住民一些舞者哈，透过他的歌还有他的舞，让我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哈。啊，签到各位哈。安静啊！阮族毋知第几族啊？吼，第几族？他大声还袂有过游记哦，讲话大声有过游记。十一，有人讲十一，啊，过呢？对人要干嘛？第十四族，吼、哦，已经到第十四族。我个朋友诶，吼，讲哦，白讲第九族尔，所以讲哦，伊还阁无满足吼，伊还阁毋知影讲已经到第十四族哈、哦。啊，最后一族是哪一族？太阳族啊！啊，最近电影叮当上夯的就是种，对，赛德克族。啊，你会记讲有个赛德克有巴莱两字无？伊巴莱两字就是讲原住民真正的勇者，真正的人，他是叫做赛德克巴莱，吼、哦，那是第十四种，哈、哦。啊，来到阮家这个所在，人讲入人的所在嘛，就爱知影文化哈。啊，就伊各伊乡亲哈，来恁讲一句讲，因阮家拢是台湾族哈，阮这司机大哥的台湾族哈，台湾族来到家哈，啊，恁来甲伊讲一句，拜拜。哎，大家做伙讲哦，拜拜，就是讲谢谢辛苦的艺术。啊，你若去看过迄个海角七号一个马沙路无？你捌听过啊？马沙路就是昆丁迄边哈，迄边就是南台伊的马沙路，啊，安这边是北台伊的拜拜哈。啊，各位看伫我正手边迄边溪水看过，遐就叫爱聊溪。得了嘞啦吼，当初吼来遮爱山地门吼，伊其实伊早前叫做山地猫啊，啊山地猫日本时代来讲通知，怎讲无好听，怎变山地门、山地门三个乡吼来连接吼、哦、啊。啊，看会到啊！这栋就是东南亚最大的石板屋，哈、哦，伊石板屋啊，内底是卖啥？原食无原汁原味，你若总讲无炸迄个午餐来哈，八个人啊，十个人一顿，2000-2500，你用来再还路。啊，唔过阮进是小圆桌，来，安尼张寿高哈。